首先呢，我们请大家欣赏第一首歌《九儿》。这首歌呢是前不久在全国各大电视台热播的电视连续剧《红高粱》的主题曲。现在我们掌声有请指挥陈远离。陈指挥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和纽约州立大学，获得的是音乐博士，是一位优秀的音乐制作人、作曲和音乐指导，曾多次在纽约多个华人合唱团担任指挥，钢琴伴奏刘小丽，领唱邵伟林、杜丽亚。小提琴和音，王小鹏先生。
观众。在这里呢，请允许我再次代表我们所有的演职人员，对你们的光临表示衷心的感谢。另外呢，我们所有的参演者，特别是我们的合唱队员，他们经过四个多月的努力和排练，把这些今天晚上经典的作品都认真的奉献给大家。那么在这儿呢，我也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再次用你们热烈的掌声向我们的演员表示感谢。谢谢你们，大家辛苦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今天晚会最后一首歌。这首歌呢，是我们建国初期就传唱的一首经典，大家都知道的一曲经典可以流芳百世。现在就让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欣赏这首